不要再动，不要动。OK， 那么我不是神秘嘉宾，大家都认识我。那我每一年几乎都参加医学之夜，那非常非常开心看到我们这些未来啊，我们五大医学生力军呐、啊，那很久以前我们看的那些医学之夜表演的那些同学啊，我都还知道他们表演什么，不过他们现在是主治医生的。所以你们今天表演什么？以后到你们做医生的时候，把它存起来，看看我们的手机能这样子这个样子的调皮啊。啊，非常非常好。本来福大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今天早上给你们上课的时候，你们念了两年哈、啊，那么会不会很后悔进到这个医学系来？我想你都不会，因为你们在这里其实啊，都会过很快乐的生活。那么将来可以做很快乐的医生，那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说，我们虽然不是第一，可是我们是唯一了啊。那么，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非常非常尽兴。有没有主持人要跟我讲啊？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啊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就是第一个节目是要弹琴。校长先讲个笑话。好，那我就弹琴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讲。坦白说好，我当了校长以后就比较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练那些很难的曲子，不过我当然还是弹。那么我这边弹比较这个游行的曲子好了哈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我的，我在福大之声有个节目啊，你们不知道没有听，礼拜二晚上叫江校长的音乐处方签。每次讲的都不大一样的题目，所以你们有空啊听一听啊。那时候是请特别来宾来讲的。那我有一次讲是音乐中的冥想，那这首曲子也是跟冥想有关系。那它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调调，我也是听一张 CD 里面听了以后，我就自己把它弹出来了，也没有谱啊。那么所以很简单的一个，就像我有学过钢琴的，应该以后都会弹。不过它可以让你去联想很多。但是我弹过，你看谁听过这个曲子，知道这个名字？那么如果猜得出来的话，我就送他一张我的 CD 啊。
那首叫《巴格达之心》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幻想幻想许多许多的事情。谢谢。你们还是希望跟我谈吗？谢谢。那个，我谈一条肖邦，肖邦是我的专长。我想从这个录音过来，《幻想进行曲》，你们想不想再听同一次，还是要听另外一条曲子？听《幻想进行曲》好不好？另外一条曲子。那我谈一条比较简单的马祖卡舞曲。